姐姐跟弟弟在玩扭蛋机。你那个是投两个吗？好，那你投吧。这个是问号扭蛋机。你要转一转那个圆形的。它大奖是六个币。来打开看看。这个很难打开的哦。好吧，手游有要吃东西，我要吃蛋黄酥。转出来，姐姐抽到奥特曼。